里，啊，怎么办？你绝对不可能把这个爆开嘛，去把 A、B、C、D、E、F 算出来嘛，所以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变得跟它一样。来，基本上是一一三三三，像不像？像，提出三就三三一一的嘛，哦，这边 A、B、C、A、B、C 一不一样？一样嘛。麻烦是这边 2EF， 这边 2EF 之外多一个多少 ？ABC， 所以说想办法把这 ABC 把它消掉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怎么消掉？第一种消法，你可以把它拆成二项式，对不对？但拆成二项式写太多字了，对吧？哦，对吧？那怎么算比较快？我把这一排乘上几？负一加过来，乘上负一加过来，告诉我注意听，本身 ABC 动不动？不动。三三三不关他们家的事情。负 A 加过来剩几？足。负 B 加过来剩几？一。负 C 加过来剩几 ？F 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、哦。之后注意听，麻烦一件事情。虽然说提出三是不是三倍了？那他说这个东西事情是三是多少？十二，这样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、哦。错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对还是错？答案是十二啊。但是注意听，问题是这两个一模一样吗？所以说麻烦先对一遍好不好？我今天一是要在第一排，那好，我先把这两排对掉好不好？把这三三三画在第一排好不好？换过来的同时，我顺便提出三行不行？变起一一一 A B C， 那这边呢 ？2EF 不动。但问题是这两个有没有一模一样？还是换过来说，注意要加什么号？负号，加行不行？对吧？两排对调加什么号？负号。但我换过来说，这两个有没有一模一样？还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是 A B C 注意 F， 这注意 F A B C 嘛，所以说再把这两排怎样再互换一次，负负得正，一一一，这两排互换是几 ？A B C。2EF 行不行？告诉我这东西是几？是三四单多少？十二。OK， 我要看一下。